你的铃铛太吵了。我一直在这里。你是被这里的人绑来的祭品，时隔百年，他们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告诉我你是谁，为什么要找襄王，我就帮你解开绳子。你要干什么？外面都是人，你出不去的。如果你想跑，我知道这里有一个通道通往外部，我可以带你去。这场祭典，我本就没打算让他们办下去。你是最重要的祭品，帮你逃走，就是破坏祭典的核心。白起，别动，罐子里有东西。这里的罐子都有些年头了，里面有时候会有毒虫，你跟进我，最好不要惊扰他们。我对这里比较熟悉，知道他们害怕什么。我身上有草药，这里的虫子会避开我。害怕的话，你可以继续握着。不全是，也有可以用来治跌打损伤的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你不是说你来这里是为了襄王吗？我好奇他的故事了。我只是一个卖药郎，应该没什么人喜欢。为了不赔钱，你还是换个主角比较好。不用怕，他们是灵光虫，没有毒。跟着我走。
是先王的传说。这些壁画是禁忌，不应该被别人看到。襄王只会给人们带来恐惧。你先看看最后一幅壁画吧。我可以告诉你他的完整命运。这个村子曾经毒虫肆虐，不适宜生存。襄王诞生于毒虫之中，也收服了万毒。村民害怕他的力量，在他抵抗了毒虫最虚弱的时候，对他使用了血祭，封印了他和他身上的万毒之力。他被血祭困在村庄，怨恨村民，当无法攻击他们。每年的祭祀都是为了加强对他的束缚。100年过去了，旧的血祭力量即将消失，他们需要用新的人祭继续束缚襄王。我本来想放你离开，但没想到你会愿意回去。不需要毒虫，只要你帮我，我就能毁了这场祭典。你要帮我吗？我来了。我没兴趣对你们做什么。
百年前用人祭的人已经死了，你们只不过是遵从祖先规则的村民。从现在开始，不再有乡王和祭典的存在了。怕我？就算怕我，现在你也还不能走。你身上的傀儡虫还需要清除。那就跟我走吧。刚刚在祭坛上，你喝下了有傀儡虫的水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除此之外，你还会和我情绪相通，成为我的傀儡，跟我命运与共，用你的血束缚我。我不介意多一个傀儡，但你愿意吗？你能听见什么？进来吧，我帮你处理。这里很久以前毒虫肆虐，民不聊生。我出现后，将所有的毒虫都封锁在了这个血池里。你身上的傀儡虫也需要被封锁起来。你不需要进去，我可以把你身上的傀儡虫转移到我身上，由我来进行封印。他们不敢。转移的过程中，我会变成傀儡的样子。与此同时，你会看到我从前的记忆，我也会看到你的。我可以让你先睡过去，然后进行转移，这样你就不用面对我的那些记忆。至于你的记忆，到时候我会闭着眼。你为什么想看这些？现在收集到的资料应该已经够用了。不论你看到什么，都不要害怕。
转移已经结束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还不至于弱到需要你守着。你好像常常加班，还喜欢熬夜，看起来不太健康。看来在我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已经认识我，但我看到的记忆并不是全部。恐怖游戏的素材那么多，你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？那我也要感谢命运，把你带来我身边。你之前说想了解有关白起的一切，你还想了解哪些呢？虽然我没有玩过双人游戏，但如果是和你在一起，我应该不会生气。好啊，你生活的地方我很想去看看。虽然是你先闯入了我的传说，但之后我也想试着走向你的命运。